今天哈、哦、有准备了一个不落跑承诺书给蒋市长。是议员啊，我做市长啊，不会几年啦。不要紧啦，啊，就是我就是烦恼讲你，你只要做几年。专案报告进行到一半，民进党议员要蒋万安白纸黑字给不落跑具体承诺。在蓝白河卡关之际，日本学者小玉原新星预言，中国在2028年将全力扶持蒋万安参选总统。其实我很，你现在工作，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啊，关心市政很好。是啊，怎么这么想要我离开？蓝市长，这个你要签还是不要签？谢谢蒋万安拒签，但留在市府得先面对大巨蛋难题。有没有跟我们做黄牛因应？回答事前怎么因应？事前我们就讨论说，万一发生这种状况，我们应该要依什么样的法规怎么处理？那还需要事前讨论吗？笑死人了！现在只抓了5件，对不对？对，上百件正在发生，继续在卖。首场比赛都还没开打，一张黄牛票喊价上千元，但这压力测试赛仅1.3万人，还不到4万人的满载人数。第一个，你们打算在多久内，你能够真正测试到那个真的参数了？你总要有个规划嘛。我们预计1年内了，没有任何的指引牌，也没有任何的标示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东南西北，压力测试赛10000多人，我们走下来，怎么走到这球场的？大巨蛋首场比赛倒数计时，被市府步步为营。镜新闻黄轩、谢宏瑞采访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